哎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皇上因心病所扰，所以比较烦闷，需要早点乐子转移注意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皇上乐子不就是我吗？皇上，皇上，你可以翻我的牌啊！本今日无心翻牌啊！皇上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 皇上，你走开！皇上，你要的不是多一个麻烦，是多一个可以解你郁闷的解药。现在什么状况？你们把我们贵妃娘娘摆在哪里？娘娘，现在什么状况？都造反了是不是？ 皇上现在倒病不起，你们个个在这里争奇斗艳搞宫斗，太医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现在什么状况？最爱宫斗的不就是殷贵妃吗？心病是最难医的，我也爱莫能助啊！啊，娘娘，娘娘，你小心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呀，皇上，我的皇上！ 现在什么状况？他又在演哪一出啊？先皇也是因为这个病，痛苦不堪啊！娘娘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反正辛苦就对了。皇帝现在郁郁寡欢，你赶快想个法子逗皇帝开心，不然你这样得逞的猴日子都没了。啊，娘娘。 小柳听说一个民间玩物是稀世珍宝，流传了好几个世纪，而且有吃有得玩，何不我们引进来玩试试？死马当活马医啊，试试啊！是。中奖啊！这个就是当红的麦当劳故宫精品联名系列，可以边吃鸡腿边玩游戏。加油！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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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什么状况？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！玩派也不救。皇上，我告诉你，这可好玩了！你看，要翻到两张一样的，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东西。你要翻翻看呀！试看看吧，皇上。试看看。皇上，翻一张吧。好，那就再中一张。法郎翻碗。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您吃吃鸡腿顺顺心吧，再抽一次啊！那就再抽一个六腿顺心吧。好啊，好啊！果然是六腿顺心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玩，大家就一起吃，一起玩。现在来麦当劳买麦当劳分享盒，想饮料买一送一，再送故宫精品联名，朕就喜欢桌游。